啱啱咪就因為你落地下，你要落地下喎、啊，你先喐喎，個波上緊嚟啦，你咪捉佢唔到咯。哦，明唔明啊？但係唔係喎？你個波向緊下嘅時候，係咪？你用力嗰下，我撲向下方。当你拍球的时候，我 stop 了它，转向，我们记住不是 open， 我们记住当它 stop 了它转向，我们跳后，记住，因为你一定要用住核心了，再来了，大球吞后跳后，明白吗？再来，明白吗？啱啱阿豪呢球咧，佢系咪可以继续去？嗯，过嚟啊！亦都系大部分年轻人嘅问题啦。防守你系继续去嘅，你向住嘅系底线，你唔系向住个篮。我已经 block 咗你向篮嘅地方，你咪要用你弱手去做一个勾手嘅放篮，你咪难咯。你咪已经系阻止佢最容易得分嘅技巧。防守我哋在篮球上面可不可以完全守一个人？除非你防守的经验和实力很强，我哋要完全守到一个人完全得分不到是比较难的，如果对那个对方是一个主力球员。但我哋一定要限制住他用主力手，限制住他用最舒服的得分技巧，永远逼他用最外侧的手，将他的成功率限制到 30% 以下，你这个是很好的防守。我防守我重点是限制住他用主力手，我不让他用右手，我限制住他不让他射得很舒服。他用他那个弱质手去进攻的时候，假设他要急停射波推埋去，是啦，射波，他的主力手其实就在我前面。你已經封了他的最大的投籃能力，你不敢射的，其實你不敢射之下你會去哪裡？繼續向前，因為你轉向，你轉向我又在這裡，我會跳回過來，你繼續去，你繼續去這邊，我繼續跳，我永遠只是讓你用弱質手，是啦，怕了。因为我很快就追到你射球的手，你一定很大压力。我们就是逼他，他会大部分就是向前向前，是啦，他就只会向前。向前对我们是有利定不利？你们对我，你觉得有利？为什么？你不是抄篮底我应该不利一点吗？有很多人会这样觉得的。为什么会对我有利？多啲人喺入边，佢会有人 double team。记住重点系，如果我调转，我守住佢左手，歪添，会歪。原来唔系我防守好啊，佢进攻差。嚟多次。如果我守住佢另一只手，系啊，佢射波嘅动作我系好难 block 嘅。防守嘅时候。反動力，保持核心用力。臨尾我仲做到一樣嘢，就係當佢轉向嘅時候，踏步。
double 跳，系啦，系啦。啊！入多球啊！明明系追入波啦，好波。哇！不过好攰，讲防守嘅。好啊，你两个试下嚟，冇气。要等下豪手阿 CM 啦。好啦，先第一样嘢限制住佢强手进攻。我哋系点样对佢嘅强手呢？嗱，因为有啲人咧会有时会企得好过嘅。假設阿思明而家正面對佢，我哋點樣度呢個位係防止佢強手進攻呢？你要預想又係企定啊，你嘅左手係掂到佢膊頭嘅，好唔 OK？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 ，OK， good。咁就好限制啦，系啊，停！你想去边度嚟噶？嗰边冇得走。你会唔会夹硬嚟呢边？都，你试下夹硬嚟呢边。系 good， 嗱，最后都系去嗰边。你記住，我只要我哋嘅呢隻手掂到佢膊頭呢個位置咧，你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防禦嘅姿勢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防禦距離。當然你要睇呢個人有幾快。如果佢超級快，運球速度超級快，你唔係一隻手啦，隻半手啦，明唔明？又睇下佢喺邊個距離，三分線距離，一隻至隻半手。但如果你是中場線後一個全場釘人，你兩隻手至三隻手都沒問題。重點你一定要誘導他用弱手進攻，是啱啱咪有問題？只腳咯，咁腳嘅企位都係喺佢嘅出邊噶嘛。係你一樣嘅啫，嗱，睇住就係、是、咁啦。你呢度掂到佢係咪？左腳係包住佢外腳，即係如果咁嘅話咧，佢外邊只腳喺你前面嗰只腳外方。如果你外腳在他出面那隻腳的裏面的話，他一下過來的。明白嗎？所以你呢永遠要想著你這隻腳是包住了他呢一隻腳，明唔明？當佢踏步，係啦，我係褪得切嘅。第二防守嘅時候，用住個核心，核心踏步，係啦，隨時用到力嘅，明白？隨時彈，明唔明？彈，明唔明白？你就要咁樣。OK， 嚟試下嚟，單單係啦，保持下心用力啊，好 ，good 啲 ，good 啲，好難過啊 ，good good 係啦，佢有種亂糟糟嘅感覺㗎，你進攻嘅時候，因為第一你限制咗佢用右手，係同樣阿 CM 唔好一下就切入，當大家面對咁有預計性嘅防守，首先我係好認為防守係有預計性，係陷阱，你要預測佢，千祈唔好諗住靠反應去防守。我哋靠預計，你預計加反應，你先會快得過進攻者。係，係啦，停！嗱，你啱啱嗰係重心嚟，你並唔係呢只腳撐自己向，係啦，你咪變咗又會好大個動作要停啦。你試下用反動，係啊，再嚟，踏步，係啊，係 good， 反動，係啦 ，good。系啦 ，good ball。嗱，第二个好处，你用核心系有咩好呢？如果你用重心，当你追得到我第一下，用重心，我一撞你散嘅。
即係你冇用到核心啊嘛。但係唔係你係反動，即係你用呢只腳反動，我撞。你其實是頂得住我，啱啱就是很明顯。阿 CM 用右手強攻，他有撞你的，嗯，但你是對抗了他，就是你用到你的核心力量，你用到你的核心力量，就不是單靠你的腳力，單靠你的手力去防守，而是你整個體重的對抗。如果你重心往前，假設你重心往前，是啦，我撞你。你是很易散的，踏步壓住，是啦，是不是硬，是不是硬很多啊？feel不feel到？兩樣東西，所以你記住，我們不可以用重心去守波，但是是要經過一定時間的訓練，你要側切法守波。剛剛他都可以這樣引回去，是啊，你立刻可以引回去，你反應，我再說一次，你反應一定快過用重心力去守波，明白？我們再來多次看看。好啦，我哋再睇下，系 good 啲，系 good， 停，做咩缩翻后？你做得好好嘅一样嘢系乜嘢啊？你其实啱啱 good 啲啊，你守到阿 CM 就系点咧？佢甩波，你埋咗佢，啱唔啱？佢已經係一個死波嘅狀態，佢唔可以再運球嘅喎。點解你突然間跳後？你唔放過佢噶啦，攞實佢噶啦，明唔明白？準備咁你咪 good 啲咯。你喺佢預想唔到嘅情況下整停佢，你整得停佢，就係、是、偷波嘅時間，明唔明？有好多防守者咧，係等敵人，你會發覺咧，佢帶波高嘅時候諗住偷佢嘅。即係咧，有好多防守，即係初學嘅防守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帶住個波嘅時候咧，會突然間衝埋嚟偷嘅，係啊，其實係最好過嘅呢啲。你偷波係衝向右，重心向前。當我咁樣嘅時候，我過過你。不要在人哋運球的時候隨便走去偷波，因為你自己破壞了自己的重心。除非你偷波，你的信心是達到100%，我偷硬佢，直情個波擺喺度咁樣，哇！你咁都偷，你不要學人偷波啊！咁樣俾佢，係100%，我哋偷波係點偷噶？教埋大家偷波係點偷噶？落地嗰下，落地嗰下就錯啦。唔係咩？呢下，哇！呢下撲向地下，撲向呢下撲向你大波。我哋係大呢下撲向地下，擋唔到咧。是不是拿不到啊？我仲一直以為是。唔係你落，你諗下，你係咪啱啱咪就因為你落地下，你落地下喎。你先喐喎，個波上緊嚟啦，你咪捉佢唔到咯。明唔明啊？但係唔係喎？你個波向緊下嘅時候，係咪啊？你用力嗰下，我撲向下方。哇！用力嗰下。係啊，係咪？但係你睇唔睇到啱啱我都係用核心嘅，即係我哋係手波硬後，明唔明白？嗱，你咪唔敢，你唔會再咁帶咯。明唔明？記住，我哋係帶緊個波向下呢下，你冇得再喐噶啦嘛。咁樣嘅動作就開始撲向下邊，係咁樣偷嘅。你撈住曬成個波嘛？我哋偷波都係咁樣偷。嗱，你拍咗落地下，我偷唔到。好多人就係拍咗落地下，你先偷。你咪人哋咪個波上翻手，你一下過嚟啦。明白？係壓落去呢下去偷嘛，你咪冇得喐啊！即刻，明白啊？哦，聽唔聽到啊？好，再嚟試下咯喎 ，Go， 吞後，跳後，跳環，
係 good good 啲，係 good 啲。Vivan Vivan 係 good ball。我攞唔翻個波噶啦。你後生啊嘛，記住大家記住防守咧係為咗咩啊？攞翻個波。你係攞翻個波啱唔啱先？但你啱啱個防守意識就係佢射波，我做完我嘅嘢。唔係你攞完個波先係做完你嘅防守工作。亦都係而家我認為年輕人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射咗我就完噶啦，收工攞咗個波你先完。其實一個正常嘅防守動作係攞咗個波反攻到隔離半場，交出你第一球，你先應該係完。即係我會逼自己個意識去到嗰度。我攞完個波為咩啊？反攻。去到人哋，哎，我打唔到快攻咯，我交完第一球好啦，我完啦。好，我哋最後一球打埋一球啊，試下。系啦，停，阿豪，核心用力踏步，系啦，唔系跳，唔使咁嘅，用住力，系啊，步要细，唔好高，唔好高，越高你越启动慢，系啦，准备，系啦 ，good good， 顶住，压住，压住，压住个心，系啦，压住，压住，准备，准备 ，good， 系 good ball， 系啦，有意识。其實啱啱幾下咧，你壓停咗佢嘅，係咪？當你以你嘅能力，你練多啲嘅話咧，停波嗰下係你偷波嘅機會。你又點樣可以再偷埋個波？係咪？當你慢慢慣咗咁嘅防守模式，你停咗佢第一下，你已經可以即刻偷。其實我哋亞洲球員輸俾其他歐洲或者美國球員，我認為我哋最差嘅係防守動作。我哋守唔到波，其實進攻技巧你話係咪爭好遠？未必嘅，但係我哋嘅防守係爭好遠。好，明白。好，希望你今日呢個防守幫到大家啊！今日完。